尔湾的这个全新的楼盘比平均大概低25%，低到了620多一尺，又到了建商的财报季，久违的大降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视频里这个大层高的独栋，2800多尺，4房5卫，送了这个非常豪华的冰箱和各种电器，而且升级了地板。这也就意味着呢，您不需要在建商做升级，就可以拿到这样样板间品质的房子。而且呢，现在有非常好的地块，大家可以单独的问我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说一下这个房子的结构。这个是一楼的客厅，还有厨房，并且呢，在这一层还有这样独立的卧室和卫生间。而标准的两车位车库呢，也同样是在这一层。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楼独立的卫浴，这个是一个客位，也是在一楼，所以在一楼呢，一共是有两个卫生间。这边呢，就是它的储藏室，这个储藏室还是蛮大的。现在呢，咱们上到二楼，二楼呢是有3间卧室。咱们先看次卧这个卫生间，这个是个双水盆大镜面的一个卫生间，这边呢是第一个次卧，你看这个大窗户多漂亮。这边呢是第二个次卧，它这个都是大层高的，非常的舒服。二楼还有这样的洗衣房，洗衣机、烘干机并排放置，上面有2排大柜子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储物间。现在呢咱们来看主卧了。主卧一进来呢，就是左手边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卫生间。在这个卫生间的对面呢，还是一个储物间，这边就是一个衣橱，步入式的这种。大层高的主卧带有大窗户，并且呢还有阳台。这个主卧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去三楼看一下，对，它是还是有三楼的。三楼上来之后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活动室，外面呢是一个大阳台，并且呢这个活动室里还有一间卫生间。当这个大推拉门打开的时候呢，室内室外的空间就会融为一体。这里呢有尔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，森林湖的学区，一年一次的这种机会。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